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，迟到咗，迟到咗。点搞错啊？见工都迟到。阿生河，你咩事迟到？扶阿婆过马路咯。我同秘书讲咗噶。秘书讲得大晒。不过麦生，呢间公司有规定，有时候可以请假嘅。公司有规定。下属唔可以驳上司嘴。报告麦生，我唔系同你驳嘴，我系讲道理啫。迟到事少，而家全世界都讲加油，你向全世界大声讲加油俾我听。系咯，你咪讲咯。我听唔到你再讲，再听唔到继续讲，讲到我听到为止。加油，加油！我听唔到啊！花都加油，海珠加油，白云加油。其实咧，我哋唔坐咁远，咪唔使咁大声咯。广州加油，老板啊！咁我今日见工点啊？都几好，去搞埋啲手续佢啊！好啊，好啊！而家啲后生仔真系有爱心啦。